如果譬如前線佢係前邊呢度有腫瘤嘅話，喺經肛門嚟到抽到的嘅話，有機會可能就去唔到呢個地方。而且可能啲針唔夠長啦，又或者其實佢抽組織嗰時佢個方向咧都係唔係咁理想嘅，經到個肛門嘅經回音嘅，因為其實喺呢邊落去咧，成個前邊線喺前邊、後邊、左邊、右邊，其實任何地方都其實都可以係可以攞到嘅，準程度相對嚟講，所以就仔仔。另外一個好處係可以避免病人受細菌感染。醫生話，傳統方法抽取組織，大約4%嘅病人會出現敗血症。仔仔，肛門其實就係隱藏好多細菌嘅地方。如果支針穿過肛門，然後再先至去到穿刺入去呢個仔仔嘅話，咁當然有機會可能有啲細菌會入到前列腺啦。基於冇陰影都係皮膚嘅啫，經完皮膚之後先其實穿。我喺食面啦。快啲啦！食嘢。有研究話，曾經用傳統方法仔仔令確診患癌，但係前列腺指數有偏高嘅男士，用嚟醫幫你講，準確度可以高1-2成。嗱，仔仔，仔仔。加勞美國保健品呈現醫療系列。係由提升免疫抗氧化嘅傑巴羅紅綠超級食物贊助仔仔仔仔仔仔买地钱庄家。对，我记得。哦，对对。